着生理，把我带来这，让人侮辱。你到底是不是查甫人啊？你安尼跟迄个用笨手吹无同款。你摕我跟你用比哦，无像我拄只欠要讲为着你哦，共鬼影知影？你才白目呢！好啊啦，你莫阁冤家啊，小妈无好话。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咱这个家啦，是你家己讲你无想要过以前迄种苦日子，我才会找你用合作。我若真的无过你的死活啦，我无可能为着你哦才敢毙命啦。你是为着你的性命，你不是为着我。我真的跟你讲袂纯正。想你过的人是我呢，伊计划都让做会起，伊其实讲来根本就无我，我嘛不爱回去啊。所以你唔回去，当然你不去躲。我嘛唔知影。那不安尼啦，你是因阮家大几工，啊等姚母气消啊，我再送你回去好啊。向海里，我阁有啥？就是陈小春的绿茶，刚骗因查某囝，伊安怎陷害你？你干嘛讲？伊家己的好姊妹联合起来陷害我，伊阁挑我伫个冠杰面头前暗讽假告呢，我爸甲冠杰拢认为是我伫欺负伊，拜托嘞，只害我无摕到标案，我爸领导。害我，爸，我真正足唔甘愿的，现在大家拢相信迄个绿茶婊，唔敢相信我。我就知影，什么款的妈妈，就告诉什么款的查某囝，港票就是安尼啊，爱计可怜，何所以认为讲伊上无辜？其实伊心机才上当的啊。妈，你都唔知影，我和爸停机的时阵，陈小春伫我的背后，做甲我阿娘欢喜。真正就想要把伊的假面具拆落来，让大家看卖这个心机女到底生得怎么模样。我总算了解啊，陈小春伫咧公司诱拐冠杰，叫伊妈来咱家做教好员。我看，伊就是要来诱拐爸。啊，珍妮啊，你安尼愈讲愈离谱，迄根本无迄代志，迄讲啊敢真个同款。阿妈，你就是重男轻女啦！我今麦讲的是事实，你煞唔肯相信我。好啦 ，Jenny， 唔免跟你阿妈讲遮尔啊多，伊今麦完全徛在港片迄边。妈，这个计总有一天因为你的假情假意要甲煞去，所以讲你才会知影，谁才是对你上好的人。对啊，阿妈，你就是安尼啦，永远拢分袂清事实。Jenny， 你是在讲啥？你让公司停止是我的意思，别去烦你阿妈。头家妈，林叔啊，你穿这是啥哈？出去啦，别在阮家下戏下贱。丽红，你莫安尼讲话。叔爸佮姚母有淡薄仔状况，伊无方便回去，会暂时伫咱家住几工。你要来住阮家？林叔啊。之前你学我的穿衫，我已经足无欢喜啊！即马甲恁阿冤家，搁要来住阮家，你敢会想过袂见笑啊？大兄，我嘛感觉吼来住恁家会伤过麻烦恁啊！我看我是住饭店好啊吼。哎，苏文。大英，阮家当然欢迎你来住啊！来，我带你来洗身躯，等下泡茶给你啉。Jenny。啊。我有替你泡这个德国顶级花草茶，来，这会当帮助你较好困，困较入眠嘞。哎呦，这边哪会好意思，多谢你哈。阿姨，你拄则敢有甲冠杰联络？伊敢会来看你？哦，有联络啦，
啊，不过哦，我甲讲惊伤暗嘛，叫伊莫来啊。无猜我穿到遮尼水伫个带，煞煞去啊！关节遮尼友好，一定会定定来看阿姨。以后我想要见到伊的机会搁较侪，即马我着先甲家己维持好势，才搁讲。关节无来嘛好啦，来当来做保养。来，阿姨，甲你讲哦，即个是鱼子酱黑面膜，这瓶给你。咱会当来做保养，咱查某人就算是离家出走，嘛爱甲家己保养好势，维持水当当，安尼才袂予查某人气遐。惠弟哦，我安怎保养，你阿姐嘛是会气嫌我啦。姐哦，莫偷坐你来头哈。姚母都无传讯息给我呢，伊敢真正无爱滴我啊哈？哦，一定是做安子，搁未记炸寿司。冠姐，我唔是叫你卖来啊，哪会过来？我就是烦恼你啊，你从来无伫外口过暝，当然蛮爱看。放心啦，你大伯哦，还佮头家妈对我真好。是讲我无转去，恁爸佮我讲啥？莫讲着伊啊啦，伊敢若顾宗旨尔，完全无顾虑着你的感受。我拄则伫咧想哦，公司即马状况已经足无好诶。啊！若无恁爸爸，无可能甲你用迄款人合作的啦。你老实甲我讲，公司即摆到底是欠偌济钱哈？十亿。十亿，这么济哦？啊，拢怪我，无后头厝通好挖苦，无法度甲恁爸爸斗相共。莫怪伊，大概哦，拢伫咧气嫌我。我若是会当，像像恁丽凤阿母同款。有这样硬后代就好啊！这嘛不是你唔对啊！看你无代志，我就放心啊啦。啊，已经这暗啊，我今日叫了着阿伯因休困，我就先来转去啊。那是会使哦，你就较早转来，莫甲爸阿吉客好。好，我知呀。冠姐，阿姨，冠姐，以前在去休困啊。啊，我目睭跳的，我嘛休困啊，哈，晚安喽。啊。妈，你咧食啥？足香的呢。大嫂，你来啊拄啊好，我今日煮这糜吼，对查某人皮肤足好的哦，你啉看麦啊，哈。你的后生，我惊啦！妈，你袂去食啦！哎呦，哎呦，丽凤啊，啊，这这么好的物件，单调怕算啦！妈，我替你订餐厅了，你无爱食，你干嘛食这种这么恐怖物件哦？林素华，你红菜公司伫要倒去啊，你阁有心情在这煮水鸡？不过你红菜这么气嫌你。你倒一工去予人离婚哦，我一点仔都袂感觉意外。阿哥，我予你住伫咧阮家，是我上大底线。阮家毋是弃妇收容所，物件款款的，紧倒。丽凤啊，哎呦，受不了！丽凤就是这个个性，伊较直啦，啊，你莫想伤济吼。无要紧啊，头家妈，我原本就知影丽凤伊无介意我，陪伫我留咧遮。
只不过和你阿哥大兄歹做人尔，我搞我先来等吼。哎呦，莫安尼啦，我计大哥哥，我陪我一个啦。歹势啊，老爹妈。哎呦，爹爹我啦，王太太，我想要问你啊，你最近敢有摕花仔钱去予回头啊？无啦，啊，就这枝花啊，我裱落啊，啊，不过回头一直不接我的电话呢。啊？伊去南部古厝倒搬愈合包，啊，等来时阵才收收回啊钱哦。哦，好，我知啊，嗯，南部胖去就好，啊，多谢你啊，嗯。啊，即马倒位？我当卖愈合包啊！你大概有够卡来啊？你哪会把电话切掉？我今仔日真无简单，才会当参加这么刺激的活动，我才无爱即马回去。等会，你继续讲。我咧想哦，回头的脾气咧，一定是有债务的问题。既然伊欠钱安尼，该用出来上好的方式就是用钱。喂，苏奶奶，我着需要你斗相共，你手机还借我钱。金太太，我是你花仔卡的周太太的媳妇啦，就是卖鸡巴饭迄个。好，周太太的媳妇唔是越南吗？啊，你台语哪讲加标准？对啦，我是越南的啦，啊，我台语讲真好，大家拢会认为我是台湾人。啊！你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就是阮大家出国啊，啊，伊想要甲一支后一支，就是两支的花仔钱先互你，唔知影敢会用的呗？当然会用的啊！啊，你当时要摕给我？我等下甲店的收收的，啊，再甲你约见面的所在，安尼好不？我等你的电话哈，拜拜拜拜。第一阶段的任务成功。你是张太太新妇？你是回头？是啊。不过你看起来都无像越南妈啊。因为我是嘉港的台湾人啊。回头，这个回啊是阿姨表落来。你为什么拢无爱接电话？故意伫咧迷问？你是不是家己乌去啊？哎呦，不是啦！你有错，你袂听我的话。今日前正面我拢无看到，我爱看正面。你去一间酒吧，拢已经是全台湾上水的啊！哪有水啊？阿蒙做歹。李冬雨，回头，你别个走，紧甲花仔钱的代志解决了。哎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跟上我。李冬雨。哎，走起啊！你走起啊！我一个在前，别搞笑了。